大家好，我是宁妈妈。面粉别只会给孩子蒸馒头了，今天我们就用它来做一个可爱的卡通包。准备400克普通面粉，加入5克白糖、3克酵母，倒入220克温水，搅拌均匀。搅匀以后下手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。再准备60克面粉，加入1克酵母、5克南瓜粉。南瓜粉你可以用蒸熟的南瓜来替代。倒入35克温水，搅拌均匀，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。揉好以后分别盖上保鲜膜密封醒面30分钟。30分钟以后面团已经醒发好了，里面都是这样密集的蜂窝状。将两个面团分别取出揉搓排气。揉好以后将白色面团直接搓长，平均分成12个等分面积。再把每个面积都全部的揉成馒头的形状。揉好以后，从第一个揉好的面积开始操作，先用手按扁，然后擀成中间厚四边薄的包子皮。擀好以后，放上适量的绿豆馅儿。绿豆馅儿的做法很简单，就是把脱皮绿豆蒸熟，然后加入适量的白糖捣成泥即可。如果你家里没有脱皮绿豆的话，你可以直接买现成的红豆馅儿，把馅儿包裹起来，多余的面头可以给它揪掉。最后全部揪下的面头混合到一起，还可以再包两个豆沙包。包好以后将它再次团圆。黄色的面团揉好以后，将它擀成一个长方形。擀好以后先用刀切成两个长条，再切成小块，再把每块都一分为二，切成两个三角形。剩下的面皮我们用一个圆形的小勺子，将它分别按压成一个小圆形。做好的生皮上面刷上薄薄的一层清水，粘上圆形做嘴巴，两边贴上两个三角形做成耳朵，再用两粒黑芝麻当成眼睛，最后用叉子在圆形的嘴巴上扎上两个孔。全部做好以后，冷水上锅，水开之后大火蒸10分钟，蒸好以后关火再焖3分钟即可。这样我们一锅可可爱爱又白白胖胖的小猪包就做好了。绿豆做馅儿吃起来清凉又解暑，口感绵软又香甜。我家小猪特别喜欢这个卡通包，它一口气就吃了2个。如果你家里有孩子的话，你可以试一试这个做法，保证孩子特别的喜欢。我是一宁妈妈，我们下期见。